保安给我退一下牛皮。然后我拉远380买了一套牛皮，今天呢做一个酱焖牛皮。现在呢我先呢用水把它冲洗一下。牛皮已经冲洗干净了，现在呢用开水把这毛烫一下。牛皮上的毛整体的已经刮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把它清洗一下，清洗一下再用火再把剩余的毛再烧一下。这嘴边上有的那个毛没有烧净，就直接拿剪刀把它剪掉，把这牛皮改刀成大块。牛皮冷水下锅焯一下水，这牛皮只切一片啊，全部切完这个锅盛不下。接着下是真热，闷得慌。等会儿先焯吧，天太热，歇会儿吧。牛皮已经焯了水了，把它捞出来。把这牛皮改一下刀，里边那个这个包膜去一下。筋膜去除干净以后了，把它卷成这牛皮的卷，然后用绳把它绑起来。牛皮卷了将近20卷，已经够吃了，剩下的牛皮的把它储存起来。锅中做油，放入葱姜炸香，放入郫县豆瓣酱，加入半勺黄豆酱，炒出香味以后添入清水，放入牛皮，汤里来点白酒、盐、八角、桂皮、干辣椒、香叶，来点胡椒粉、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。牛皮已经炖了2个小时了，现在呢天气呢突然下开小雨了，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，牛皮呢已经炖好了，准备出锅。这叫什么菜？酱焖牛皮儿。哎，有点受不了。上班上夜班了。那大白的。大白谁也叫。谁也还挺早。然后再俩吃吧。我给你拿一个。给这个。好，软肉。不赖啊，比我想象也好。咱们喝点吧。喝点呗，喝两瓶。你把哈一个，3、5点哈啤的我都是爽。
你这我哪我也是干不上。嗯，那么说，就我生菜尝尝。嗯，做生菜挺好吃。嗯，我也来一口生菜。来吧。哎。嗯，爸还有。嗯嗯。这个猪皮啊，这个啊，这牛皮啊，嗯，这个牛皮啊，都是当个下酒菜。哎，晾好切切成丝儿拜拜也行了。这做好的牛皮也吃不完，明天了给我四叔还有大白分一下。